是一种生与爱难求，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。 一曲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当年。 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，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正是因为他们，才会有像我、像小妖这样的众生逍遥自在。物以人非。 何必强求？你有你的责任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你回去好好履行你帝君的职责吧。我也要守护我的家人。你走吧。 若我偏要强求呢？给我把苦那一味，都应该与苍生同悲。三千浊浪催，心不染尘灰，山敢云敢随。我看不破一句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 天平回来了，天平变回来了。姐姐，你看，春天回来了，国足又有粮食了，爹爹可以不用愁了。哪怕一次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错过。 若一切回到最初，尘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你还想让我说多少遍？你我之间，绝无半点可能。可是你刚才已经回头看了，不是吗？ 眼淡。我愿意的。但你重新走向我，我送你的香炉已经在这儿了。只要此心此情仍在，余温就永远不会消。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州。 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州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燕丹。 天信观书信已焚，但应渊还在调查，不肯放弃。需要我再次出手吗？哼！不急，如今就算他起了疑心，也已经晚了。 五日之约，时辰已至。陆明为何还未来？帝君，我本想将颜淡之事告诉陆明，可这几日我寻遍天界，终不见他的身影。玉清宫的仙士说，已经许久没有见到陆明了。我觉得事有蹊跷，翻遍藏书阁，只找到他留下的浇筑镜，却不知该如何使用。 此镜为鲛人族的法宝，只有鲛人才能催动。或许它会有用。这是何处？鲛人乃北海水族，此景应该在北海地界。陆明定有所指，我要下界去看一看。你的身体还未痊愈，不该如此辛劳。没关系的，这温泉没有了地址，便失去了功效。 如今我用菡萏灵力化作莲花，放在池中，既美观，还能增长一些疗愈之功效。以后山里的小妖受了伤，可以在这里继续泡澡疗伤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你这靠山做的还真是称职呢。紫琳就应该多向你学习一下。她现在整日夫人长夫人短的，山境之事完全不管。 长老，您怎么来了？陆明殿下已经失踪多日了，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殿下常年在天界当差，每日通过焦珠镜联系我们处理北海事宜。这几日我们都未曾收到殿下的口谕，我们只好施法催动了焦珠镜，却只能看到这幅画面。此处为我鲛人族的秘密领地，唤为琉璃瀑，因至高圣洁设有结界，族中无人可以攻破，便是龙尊殿下也无法入界查看。 我们寻找殿下心切，龙尊殿下便让我们前往野兰山求助。长老，请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所能查明真相，寻到路明。银丹，雨墨，我知道你想陪我一同前往北海，可山境方遭大难。 你留在山境镇守，众妖才可安心。你放心，我如今修炼有道，定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护好自身，找回路明。请相信我，勿忧勿念，且等我安然归来。雨墨，元代人呢？走了吗？这失踪的究竟是何人？让你们一个两个都这么着急。 如果担心的话，现在去追，还来得及。燕丹既已决定，我应该尊重他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救回陆眠。元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了北海，想必也是知道陆明失踪的消息了。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？我在陆明的鲛珠镜里看到了北海水井，寻迹来此。 既然碰上了，那就一起查探吧。寻路明要紧，北海情形未知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。那便一起吧。按长老所示，这里应该就是琉璃瀑了。这是储存记忆的鲛珠泪。 我们来晚了，我方才用了7重仙力才破此结界。那个先来之人，必定修为强盛。我们去看看，那人有没有漏下什么其他的线索？这有块石碑，鲛人百代，子嗣繁昌，设琉璃瀑，速记其踪。 命途短顺，终归尘土；流水万千，芳名永志。这是鲛人族的祠堂。祠堂一般是祭祀故人的地方。陆明的鲛珠镜出现在此，难道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是想留下什么线索给我。 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的！严丹，陆明在此做出提示，是不是他已经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不会死的，他一定是想留下什么证据给我，他一定没事的。无法催动焦烛镜，别试了。 陆明一定还在等着我救他，他一定没事的，他一定没事的。胶人陨深厚，一生气都会凝聚成一颗胶珠来，飞回故土。 这是陆明的胶珠泪，这是聚灵丝。陆明早就留了一手。那人虽把陆明的胶珠泪摧毁了，可是若有聚灵丝，便会感知到宿主生前亲人的气息，便可以亮起来，可以聚回几分灵石。陆明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 帝尊，您找我？为事者，收心纳言。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帝尊？三界之中，能伤你仙医之人少之又少。 这神秘人屡次偷袭都能成功，还篡改了计策，并且联络东海。由此看来，帝尊的确有嫌疑。帝尊抚养我长大，与我是亦师亦父，他怎么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？而且帝尊并非是伪善奸邪之人，他治理三界万载。 唯一有私心的事，便是隐瞒了我的修罗血脉。这其中必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神秘人与帝尊昔日的行为确实极不相符，可陆明铤而走险留下这个画面，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。或许胶珠镜中有什么线索，我探探便知了。 走吧，陆明。哎，等会儿，这灯都还没熄灭呢，你陪我值夜值傻了吧？那我陪你一起熄灯吧。放心吧，陆明，就算你在藏书阁当10000年的小仙士，我就陪你值10000年的夜。走。嗯。哎呀，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？看我的。这是之前我和陆明，陆明真的死了。我和他相约好，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界，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。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 陆明，他一定在怪我，他一定在怪我。陆明，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刚刚出现那2个画面，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点就是在藏书阁。 肯定是陆明早有防备，发现了线索。我现在去查一查便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若在藏书阁，我对那里很熟悉，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。燕丹，你是妖神，若是被发现的话，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一定谨慎小心，请你相信我。陆明如今尸骨未寒，可凶手却逍遥法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凡间安心等待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他报仇，求你了。 那我们便一起去。嗯。帝君，不必多礼。我今日要在藏书阁中查阅文典。 不想有人打扰。是。陆明记忆中出现的就是这藏书阁，我们现在分头找。 这么多高价书，陆明就算升官了，也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偷懒。愿无有颜淡，平安喜乐。 你每年都在为我祈福，可是如今我再没有办法替你祝愿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腰带的书？这是我放细折的地方。陆明以前从不会在此存放其他书籍，查案要紧。 这些私物留以后再说。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再过片刻，巡更的仙师就要来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说。 也许陆明在琉璃铺当中留下的幻影，不是在向我们告别。果然，鲛人的骨血杏书，可生不灭之火。这不灭烛，便是陆明用自己的血制作成的，这才是他想给我们看到的线索。 九曜连珠乃是万年难遇的奇异天象。颜淡，你看，这9颗星排成一列，遮天蔽日，在天地间结成法阵。这不仅是天象这么简单的事情吧？九曜连珠天象出现的时候，若以金蝉翼及天地灵气，再以仙力深厚的神仙仙灵化作容器，生祭九曜阵，就能练就乾坤印。 乾坤印，而这个乾坤印，曾是修罗尊主玄烨所用，因其阴损狠毒，创世之战后便把它封禁起来，只有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几位老神仙才知晓，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正是仙魔大战之时。以仙灵作为容器，难道说北冥仙君当时大战归来之后，仙灵丢失，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拿他的仙灵去私炼乾坤引？可炼就乾坤引所需要的金蝉翼，是3亿巫异族的法宝。 此族早已灭绝，死于乾坤引之人会发生什么异象吗？乾坤引吞吸灵力，中招者仙骨脆化，难聚成形。那我们去神官陵看看北冥仙君的尸身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好。 仙君，您总说，您为仙一生操劳，若有一日羽化，您想长眠于天地，得六根安宁。可如今，为了还您一个公道，必须强行开棺，扰您清静了。有颗棋子，帝君，好久不见。仙君，我尚有一分灵石，寄于你的棋子之中，以其与你心灵相通，传音于你。 我的棋子，仙魔大战，我统管后方，为众仙分配法器、仙兽。大战前夕，帝尊曾嘱托我，若战事吃紧时，务必保全帝君。可是我于后方，你战于前线，我唯恐照顾不及，便暗中取走了你的一枚棋子，以其与你灵石相连。没想到多年以后。 竟再次相见。若帝尊真是那神秘人，何苦救了我又要杀我？仙君这片心意，我竟毫不知情。如今生死相隔，隐约难以回报了。敢问仙君，当年大战究竟发生了何事？ 老仙被魔族逼至绝境，只顾防住眼前魔兵。未料一人从后攻来，我便拼尽全力，想看清他是何人。我抬起头，却看见了自己的脸。我即刻明白。 此人会使傀儡术，可假扮他人，隐藏身份。我终究是抓不住他了。当年此事是我失察所致，如今要为天界辨明清白，不得不请仙君容我二人开棺，找到证据。 为你报仇，此人处心积虑，弑杀仙君，吸取三帝君神力，然后悄然脱身。其仙法之深，心机之沉，如何匹敌？倘若你继续追究下去，定然会危及自己的性命，你的身份也会被揭破，于天界再难容身。原来仙君早已知晓。 应愿此生，只为扶天地正道，哪怕身份揭破，削了仙籍，也要还无辜牵连之人一个正义清白。为了使命，无惧无悔。还请仙君开棺。也罢，我早知道会有如此结局，只是大势早定。若定要寻根究底，扭转乾坤，必然会危险重重。倘若必有一战，我相信帝君一定会拯救苍生，还三界太平。只是，我还有几分私心。仙君，可是挂念严胆与余墨？请放心，若他们卷入居中，应元必会奋不顾身，护他们周全。愿帝君平安攻城，那这两个孩子就尽托付于帝君了。 仙君，龙鳞，这是当时余墨放在仙君身上的龙鳞。九级龙鳞乃是灵根所化，坚硬无比，好好放在仙棺当中，不可能有破裂的。果然有人谋害了仙君，拿走了他们的仙灵。 借此练得乾坤印。三界之中，有能力弑杀帝君的，只有一个人，那便是天帝。昔年创世之战当中，他带领仙神灭了修罗一族，而如今又以修罗邪法残害天界之人，他为何变化如此之大？以他的身份，揭破此事。 形同颠覆三界，我们必须谨慎确认。若想找出真相的话，还得收集更多的证据。我知道，你与天帝情谊深厚，若是调查起来，你处境会非常的艰难。我有些担心你，你在明，他在暗，不能让对方钻了空子。你放心，严南。 我绝不会徇私。事关重大，我自责无旁贷。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，我们不可贸然行事，否则就会身陷险境。燕丹，你还是先回夜兰山去吧。你是帝君，一举一动皆被瞩目。 若我化成一个小仙士，反而进出许多地方更不易被察觉。况且，陆明在藏书阁中留下那个木盒，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为何意。既然你要选择一起留下来，我会护好你的安全。仙君，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仙君是余墨的恩师，在凡界暗杀你之人，又与九旗灭族脱不了干系。以余墨的性子，必定会手刃仇敌。我这就传信于他，将我们所查之事告知。 待我们找到使者，可在百仙觐见之时，与天地对峙。但此时，我们还需九气龙鳞，以验乾坤印。小崽子，敢打扰本帅休息！应元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元帅，我是来知会你一声。7年我让你留下的房间，现在有人要来暂住了，我来是给他添置一些物件。这房子本来就是你弄来的，你想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，知会我做事，只要不打搅本帅休息就好。哎，宁元君，你要带来的是一个女娃娃。老元帅，日后有人与你同住，你若整天酗酒的话，这样下去有失体面。哎，看来本帅以后不会有好觉睡喽。 脚步。